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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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请放掌。再看讲义啊，迷识六世五音皆是烦恼生死法，悟识六世五音皆是涅槃无生死法。迷识迷什么？迷识就是当下念念背于觉体，那就是迷。所以行者但要明中啊，从迷中能够证得真心，也就是就过去一切众生所习惯的现前的一切之间，你肯于念念回光。讲到这个念念回光，刚刚想到我们平常吃饭呢，不是大家讲的临斋吗？这几次啊，在各地方在说法的时候，我都有提到临斋。那今天到这个昆山来啊，师父看看也是讲讲临斋啊，因为可能这个前面的一些录音的档案，大家可能还没有听到。这个临斋二字啊，虽然好像是用在我们用食啊进餐之时，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摄食当下，其实它都是啊宣布啊，其实都是直指那一心，直指六根当前的作用。所以取食并不是只是我们平常肚子饿的时候吃饭那个时候而已，平常的取食眼见色耳闻声都是取食，但是因为在其他根尘相对当下应用当前呢，因为速度太快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维系审查这根尘之中的作用，所以唯有在取食当下能够令你啊在维系关系啊，能够为你维系关系。所以临者是当下意，斋者其也，其什么？就是其这念根本大觉心体，就是其这念大觉心体。所以念念就在当下，能够反观如是大觉心体，就是临斋。什么时候是大觉心体？就是摄取之时。所以一切六根摄取当下，就是决心信用的当下，就是信用开始的当下。所以在临斋，我们都念这些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啊。在丛林里面的临斋啊，当然是仪轨是它是完整的。那平常的我们这个随缘的临斋啊，你都还是要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你不要以为只是要你在吃饭的时候念如是几个声音、几段文字而已，那是告诉你行者正在取食当下，你念念之间都不能够违背你的大觉心体。供养佛就是告诉你一切入口的酸甜苦辣，一切过程你都要明明白白知道觉心的存在，那叫供养佛。当下在觉心存在时，酸甜苦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供养法。于如是法间心里面清清净净，如是净持，那就是供养僧。那净持当下，佛法僧当前，眼前的都是一切感受酸甜苦辣，或者是入在口中的种种这个滋味之中的过程，你念念之间就是就如是过程念念反观，那叫供养一切众生。那我愿断是断一切恶，或愿断一切恶。什么叫做恶法？你背离于觉，但随着这种色香味触，或者随着酸甜苦辣，念念随它流浪，就是恶法。所以恶者，中国字写雅心则是啊，是雅是心，雅者次也。明明是一心的大觉，你却追逐种种次心，那都成恶。众生的过去的时候，一切所有的一切恶业都是如是被觉才能够兴起人我之间的所有一切触恼。
因为背离觉悟才会多造种种我执。那一切觉心的最初背离，就在于每个应用的当前摄食之上，摄取当下。当下错了，那一切信用它就会形成种种不同，都完全形成流浪。所以事断一切恶，就是在一切感受当前，就是吃饭的任何感受当前，你看呢，你要清清楚楚明白，你还是用到如是背离觉体的，如是一切众生所习惯的用心吗？那都是恶心，那是恶心的最首啊，首就是一个草字头，一个数学的数，恶心的最首，那是开始从此流浪的源头。愿是是修一切善，就是在这一切酸甜苦辣、一切感受现前，你都要清清楚楚，那个心中能觉知的那个性能，那个觉能的清楚。所以善者是能也。所以上一堂课也跟大家讲，我们参的就是这个能，念念之间就参这个能，最初下手就是在这个能字中参。所以愿修一切善，你就是看到你如是在一切酸甜苦辣现前当前，那个心中根本清明的性能，叫是修一切善，然后是度一切众生。于如是断恶修善当前，一切感受向你现前处，过去都是酸甜苦辣，似乎向下的流转那个众生相，现在你都知道，其实都是一体觉心的根本，那都是摄取之时，大觉摄取之时，它一体的流出，那也是一体的回光，那就是要愿度一切众生。虽然是随缘方便的临斋，但是每一个临斋开始，行者若是最初摄食之时，都能够谨慎于心，念念做观，甚至用这种声音发愿，能够在每个动作里面都能够清清楚楚，念念知惭知愧，这就是佛门中常讲的啊，丛林里的那一口饭会吃的，能成佛做主，他一定能成佛做主。不会吃的那一口饭呢，你入口之时，你就注定你就是凡夫啊，注定你就是凡夫。所以佛门之中吃那一口饭，也就是修行。所以有一些我们在丛林里面那个吃饭叫过堂，过堂就是什么？过堂就是审视自己过去一切流转的罪恶，就是过堂。那这个目的就是让你什么？让你清清楚楚，在五世六世五阴当前，过去都是种种六做烦恼流转的生死法，酸甜苦辣现前处，不都是你现在感受向外攀援的力量吗？那种那么强烈念念之间随起之时，就是向外，好像就是随它流转的必然。但是你却要在这个必然当下，你要能够清清楚楚懂得回光，就发那一念最初激励自己的那一念发心，那都是学佛的佛门弟子最初心中的资粮，那是最初的资粮。若是那念发心你发不起来，那其他的一切你在文字之中所说的道理，那其实都什么？都堕六世五阴，都堕其间啊，全都堕其间。所以讲悟时六世五阴皆是涅槃无生死法，哪怕是临灾之时，过去的酸甜苦辣就是六世五阴，就是流转，你看到它就是流转而已，都是流转生死法。现在悟时，那过去的生死法就是当下涅槃无生死法。但这个无生死法不是像你在过去那种感受上面，它明明是向外的感觉，你要再抓着那个向外的感觉说它无生死，而是你永远已然站在觉体上，看到你明白一切生生死死，一切感觉的变动当前，哪个不是从你那个根本清明无生无死的大觉心体为你呈现的种种现象幻化而已。所以直指幻化，你真的是根本心里面的本来面目，那个本来面目叫做涅槃，涅槃叫做灭度。为什么叫灭度？你根本不是随幻化当下的种种伎俩嫉妒，那种灭度是你心中才能够真正担当一切万法，坦然的面对。所以那种心境中的灭度，它才是能够真正称量一切世间，所以那才是涅槃无生死法。
所以过去啊，这个圆觉经中讲，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因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对吧？本起因地就是在圆照清净觉相，就是在一切感受当前，你就是念念回光，圆照你本来面目。那是圆觉经中最初的开篇，在楞严经中也说，一切众生无始劫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就是你从来不知道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然后用诸妄想。你但要知道，在一切妄想当前都能够体会那个性净明体，明体那是行者的发心。你真能如是，你就能够知道六识五因现前当前，就是上一堂课说的烦恼即菩提。在烦恼即菩提上面，你就是念念之间已然知道念念常住真心处。所以一切佛门之中祖师的教授，就是接引行者念念在这个方向熟悉的，都在如是法中你念念去学习的。所以除此之外啊，你再说佛门之中讲的所有的一切，任何你以为的道理，那全然皆非，那都不是你现在用凡情嫉妒的所有的一切啊，那种声音啊，那种时候你心里会发现那个全新的默然，那种默然是在觉心体中，你根本不是用种种语言表达的这种方向，在不是语言表达方向中，你需要讲尽你心中对现前的一项一切的灵明。这个是祖师啊，你看到祖师文句之中的所有的指引，他的导引啊。所以下面讲，修道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时，无心可得；若得道时，无道可得。所以修道人不外求道，知心就是道。你明白如是一心之时，那心它就能够成就一切法，那才是大道。若得心时，无心可得。因为你说是得心，你见到一切时，那都是心中所现。你现前觉得有得无得，都是心中为你所现。心可以现一切心，但你明白心体时，现一切心处，你就不会妄执一切心。就像镜子能现一切色，当你明白是镜体时，它现一切色处，你不会妄取一色。所以这文句之中，就是让你念念念念之间，就了明那个心性中的作用，明白那个心中的体相，明明那个种种心中的境界。所以若得道时，无道可得。你真的如是得到大道，你不会妄说得道。所以须菩提，莫作是说，对吧？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金刚经是对须菩提说的，须菩提又名空身，也名善现。所以这个菩提是跟谁说的？就是在空身跟善现当前说的。但是空身跟善现当前，你念念之间知道是那个菩提。所以知道菩提时，这个菩提既非空身，也非善现。但是你不能不假空身跟善现能够知道菩提，所以叫虚菩提。所以你也切莫是说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你明白之时，你在哪里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不能在空身上说，你也不能在善现上说。善现就是一切法呈现处，念念明了处。空身就是心体的根本极尽处、极灭处。你在哪里说菩提？所以圆明耐心时，空身当下即是善现，善现当下就是空身。这是《金刚经》让你去明白那一心的体相，那是根本的体相。所以若言将心求道者，皆名邪见。若是还有心能够求道，还有道可以得如是心，那都是邪见。邪见就是告诉你，你根本就没有圆明那一心，你也没有体会那个觉心的根本的性相，所以那都叫做邪见。
一不得厌生死，亦不得爱生死，但念念之中不得妄想，则身正有余涅槃，死入无生法忍。所以你不得厌生死，明白如是觉体时，在一切感受现前处那流转变化时，你不会去背离，不会去避开，所以不会厌生死。亦不得爱生死，不得爱生死就是在一切感受变化当前生灭当下，你不会去执着有任何偏执，就不是爱生死。但念念中不得妄想，就是告诉就淡去那个妄想。刚刚讲楞严经讲说你用诸妄想，所以从此以后违背性净明体。这最初行者开始懂得时，就在一切妄想上面你都要清楚，那就是觉明心地。你要在妄想上面知道觉明心地，你就不再是用诸妄想，因为一切妄想中你根本不随他所去。用诸妄想当前，你用当妄想当下，你根本不是过去随其流浪的业力，所以你不会在妄想中。不得妄想，则身诸有余涅槃，死入无生妄无生法忍，则身正有余涅槃，死入无生法忍。身现前时，你看到是有余涅槃。什么叫有余涅槃？它能现一切有，它能感受一切呈现，但是这些有跟呈现中，绝对不是一切过去凡情所习惯的妄想嫉妒。所以涅槃叫灭度，它是有余涅槃。你能明白有，你看到都是似乎它种种事情情感情现呈现，但是你再也不是过去你习惯的那种嫉妒，那是有余涅槃。死入无生法忍，那个死入不是等到我们死的时候叫死入无生法忍，这个死入啊，是你在一切法灭时。一切法什么叫灭？当下你不随任何嫉妒时，那叫灭度。当你灭度之时，死入无生法忍。为什么叫无生法忍？你觉得身处都是觉，你根本不会在生与不生上面说有生无生。你但是你不会在有生上面说有生无生时，你是不是都还能够清清楚楚所现前的一切作用？那一切作用你为什么能够清楚明白？那个叫做法忍，那个是在一切法上那个心中根本不妄惰的心中本来的担当，那就是法忍。但是这个本来的担当是根本什么？那就是根本心性之中，你已经已然知道觉体当下根本的无生。就像镜子现色，镜子现色就是镜子现境，镜子现境岂能够更说有生？你在这个无生之中，你任其诸色发挥，诸相发挥，那叫法忍，那是全体的法忍。所以心熟之时，你一定要去参时，心若是熟时，将来就是在念念阐明之中，你看到都是什么？你看到都是过去所有一切凡夫眼睛所见耳朵所闻一切境界现前，但是你却在这个一切境界现前处，你念念不随其起成妄想嫉妒，那是灭度。然后不是妄想嫉妒处，你看的都是心中的担当，那个担当是你根本知道觉体一体圆命之中的担当，那就是无生法忍，那是一体的无生法忍啊。所以再往下面看啊，眼见色时不染于色，耳闻声时不染于声。所以当下就是要你直下就能够用根，你明白觉体当下就是能入一切根尘，当下用根。眼见色时不染于色，眼见色时虽然说眼说色，你知道是觉，方便跟你说眼见色时，事实上你根本不堕于眼于色种种根尘名字。其实大觉心体本来就如此，在眼叫见，在见叫色，觉心它就是会如此交替，而且是刹那之中迅疾交替。到眼之时你就知道是见觉，在见之时你看到其实就是色觉，它就能够交替。但是与一切眼一切见一切色你都知道，那就是一体，那就是根本的圆明。所以叫眼见色时不染于色，你是真能不染，不是你刻意造作不随其染。所以将来还要印证自己，
在每一个感受当前，也就是我常跟大家提到，就是毗尼日用啊，常常在这个我们睡觉起来的时候叫睡眠始悟，当愿众生一切智觉周顾十方。你刚开始的感觉现前处，每天早上睡觉起来时感觉第一个现前时，你都要当愿众生一切知觉，那一切感觉你都要知道都是知觉周顾十方。既然是知觉，它就不是躲在根尘上中过去的那种名字上面的妄想伎俩，知觉它是能够知道什么是根，什么是尘。所以念念就在感受当前，你明白那个明白了知那个清明，那清明之中可以为你立种种名字，是根是尘种种名字。但是于根尘之中，你当下就能够为自己验证，你还是逐根所尘，还是在根在尘流转于根。那明白处，对它其实非根非尘。明白处非根非尘处，它是根本清楚一切根尘处，名字都能够清楚现前时。所以眼睛见色，眼见色时不染于色，耳闻声时不染于声，皆解脱也。那你说呢，师父，你讲这个，我们是刚刚开始学，上面讲的这些文字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这些文字就能够让你起成惭愧，这些文字就让你在最初学习时，你就念念不断的能够不断告诫自己。第一个告诫自己，是你还要避开根尘去找寻觉体吗？不是。但是你还是追逐根尘，还在流浪过去众生所习惯的那种业事吗？也不是。就在这里不断的反复提息，反复自己为自己争结处，就是你将来心中懂得下手的地方。但是你要是不发心，不明白这些声音，那你永远心里面所起的声音都是一般众生所习惯的那些过去用的那个意识。但要有世间红尘众生所习惯用的意识，你永远就违背此心啊！你就永远违背此心。所以，但用那个意识，不管你讲的说这个心到底是空不是空，这个心到底是色不是色，那个都跟你将来大明心中的明性没有任何半点关系啊，没有半点关系。但是你要肯于用到如是觉体，念念在觉体上面去做观。甚至于我说的那每一个当下你都知道惭愧，当下都知道回光，你将来慢慢熟悉时，那个能够在现前处，你能够超越一切现在跟尘名字处，而且能够超越现在所有的一切情想伎俩处，那个都是慢慢你心中你看到的那个心性中的提升，那个将来啊，你才能够感觉到你心中能够明白的一丝消息啊，能明白一丝消息。所以不染于身皆解脱也，眼不着色眼为禅门，耳不着身耳为禅门。眼不着色，那禅门就是什么？禅就是不二啊，禅就是不二。眼不着色，那就是连根尘都当下超越，就耳为禅门啊，眼为禅门，耳不着身耳为禅门。所以讲那个禅字，中国字写那个禅，一个开示的是一个单，就是要心中开明显现根本的不二法，能够为自己开明显现不二法就叫禅门。那念念就在这个不二中出入，那就叫禅门。那怎么叫开示不二法？你就在现前当前，你念念去观察，你在念念出入之时，从来你的心性可曾有二？我们过去众生习惯于感受之中仿佛是二，但是仿佛是二处，你仔细思维，那些二根本不能知二，一切感觉根本不能知道感觉。你能明明你能知二处，就是你那个根本不二的清明。你要没有这个不二的清明，你哪来那么多种种二种的体现？所以将来你熟悉时，就在那个二处，你慢慢慢慢体会当下的不二。但是体会当下的不二，它是能够圆融担当一切的现而，那是担当一切的现而。
你能在这个上面心里面体会知识，你每一个用度当下就叫禅门啊，那个每个用度当下就叫禅门。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啊，有一段经文是婆罗门女啊，到了地狱，到了这个三毒业海之中，问无毒鬼王啊，地狱何在？我今云何得到狱所？鬼王说，若非威神，积蓄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那威神就是什么？威神就是你大觉的根本器皿。大觉的器皿在地藏经哪里说？就是在觉华定自在王，你念念供养觉华定自在王的那个根本心中的反观上说的，担当上说的。觉华定自在王这几个字，就是表述你大觉心体现前的所有一切智用德相。大觉必然随缘开发，就是叫觉华，华者开发相。定就是在一切现前处，它根本不二，它不二之中，它就能够常现常照，就是觉华定。本来常住，就在你心中本来常住，就是觉华定自在。那是一切世间法中的统御，那是你心中智慧的根本，所以那叫觉华定自在王。一切法中你都知道，就是如是觉、如是显、如是觉、如是照，那叫如来。一切法如是法、如是来，就是如来。你念念如是，反观觉华定自在王如来，那叫威神，那是你根本的威神。在威神之中，你能看到一切地狱，不然就是众生堕在业感之中，才能够看到众生暧昧的堕最后的那种业力的刚强。非此二世终不能到，也就是你站在觉体上，你一样能够清楚根尘。众生堕在业感之中，妄想分别根尘，那那里叫做业海。威神看到根尘之中的一切作用，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业海现前处虽然叫业海啊，可是你看到业海时，那已经叫无毒。所以业海一样呈现，但已经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再损坏你任何的觉性跟智慧，那就是无毒。你当你在一切感受，不管真诚现前处，你都能够看到，你能够深入一切业海造作，但是它却是清清楚楚，它都不能为你所害，不能再损害于你时，那个无毒就是你最初看到菩提心的财首菩萨，那个是你信心最初的发生。因为首字菩萨就是华严经讲的实性位的菩萨，你就念念可以看到你的财首，那个在大觉心体上那个念念富足的担当，那个富足的担当在哪里担当的？是在一切业海最深密处、最深厚处。你再看到业海时，那都是念念之间知道你觉体的富足处。所以看到业海，那都成无毒，无毒当前，那都是你能够照见觉心财首的当下。所以无毒鬼王者，财首菩萨是。就你看到心心那个无毒处，就是你的财首菩萨是。你明白那个根尘清清楚楚现前时，那个再也不能为你所损，不能再为你所损害处，不是为你所损害，再能不能损害你处。你那个潜在的意识里面那个信念，你那个行者现前应用的担当，那是财首啊，那是财首菩萨是。然后再看下面啊，众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狱。众生造作妄想，是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狱。你说众生怎么造作妄想？因为众生法中就是妄想，众生法中就是造作，所以你要让众生不造作妄想，绝无是处。所以众生现前就是妄想。刚刚跟你讲，在一切根尘之中，你要看到所有一切造作、一切业海，你要知道无毒。也就是在觉心现前处，你看到的都是过去你似乎流转的那些业力的呈现。但是为什么过去会有业力的呈现？是因为你被觉解释故。你要是都在觉心上解释时，那一切的业力呈现不都是你觉心随缘的呈现而已吗？所以当你在众生相中，就是在众生这个区块，你要做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狱。所以你看到众生相中那个业感到最后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败坏，一定是灭尽。那个败坏灭尽就是一切
终身的恶手。但是如是的败坏跟灭尽，堕在那里，堕在这些败坏灭尽的煎熬，那个不是你大觉醒体。所以你要回过头来，就是救如是众生造作妄想处，就是你将来去成就你菩萨万恨时。但是成就菩萨万恨时，你也要清清楚楚知道啊，那众生的业感在你眼前就是造作妄想。你将来明白那个清明时，那个众生的造作妄想还在你眼前啊，你的业感之中、意识之中的造作还在眼前，那个随缘的造作你要明明白白，那还在眼前。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以心生心，那就是心在生心，心生种种心，似乎你就一直向下流浪，也就是早上我一直提的《坛经》之中的最初行游的那句话：“左将流于岭南，左心周百姓。”所以这句话既然讲坛经啊，这句话最初你一定要明白，那个心有看到那个心性之中左将流于岭南，就在一些造作之中，你就看它就顺如是世因，它就是流于岭南，流在众生感受你那的最末梢最下处，顺下而去，就流于岭南。所以你明白那个流于岭南，是你知道那个心以心生心，你是清清楚楚知道以心生心。但以心生心都是什么？不觉体随缘，法尔如是现象而已嘛，不都是如此？所以下面那句话你才知道如何拔济嘛。下面那句话叫做：菩萨观察妄想，不以心生心，遂常在佛国。什么叫菩萨观察妄想？就在这个以心生心处，你已经明白那个觉体时，你会发现，就是站在明白处看以心生心。你在看以心生心处，你还是以心生心吗？你不是。但你不知道这一切以心生心吗？你清清楚楚。那过去在以心生心就是向下流浪的业力，将来你看到这些以心生心呢，就是你心中整体的大明，那个是叫什么？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所以将来你就会站在如是觉明上面看尽一切，甚至于你过去以为的流浪，过去以为的地狱，你看到他处，那都是什么？都是菩萨心中觉体的根本清明，那就常在佛国。佛者觉也，都在觉体上面，他都是觉体之中的领域跟担当，所以他永远永处佛国。所以看尽一切众生，他也是在佛国中。但是你要反过来说，因为你在觉性之中看尽你业感之中的众生堕在地狱的现象，你但是用这个觉性去明白时，那一切地狱它就回头哎，你只是知道那个相，但是那个相全然都是什么？全然都是觉明哎。所以相你可能不必败坏它，鬼王还叫鬼王，但是它已经是什么？它已经是无毒哎。这个无毒当下就是财首，财首当下就是你的菩提的最初的富足。所以那叫什么？一切法，一切法不坏，过去如是界，将来还如是界，心性之中过去如是流转，将来还是看到如是的流转啊，看到流逝如是的流转。过去的流转是地狱，是业感，将来就在这个流转上面，就要当下验证行者，你用对心否？当下就问行者，你是不是圆照清净觉相？当下就问行者，你是不是已然背离常住真心，现尽明体？但要一念不认，你就是性中就具足流转。所以中国佛教它为什么讲的是大圣？因为最开始直下担当处，叫你在观察烦恼时都是达摩的，那个末就是什么？深入一切众生业感，能够直接担当众生业感。所以他在一切众生业感，他将来证得这个圆明清净时，他同时也知道一切众生业感之中的本末因缘。所以他再也不是过去小教之中的教授或一些外道人天的那种教法。你想要回避，你越想回避，
就算你能够一时能够避得，但是那个回避之中就已经告诉你，潜在意识已经早受如是力，它永远难脱如是力，就还在流转。所以法中讲大圣，就叫你圆明心地的清清楚楚，你就在心大觉醒体那个圆明之中念念去熟悉的。只是这个啊，平常要说，要是真正从来不懂得去发心回光的人，你怎么跟他说？太难，实在太难。或许有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你会觉得一时觉得好像能够听懂，能够接受，但这个听懂接受时又好像跟自己好像虚无缥缈，永远心里面不着边际。那不着边际是你永远不知道当下下手习惯，你连下手都不当下下手，也就是我讲的连吃饭当心临瞻你都不能够清清楚楚。你要是临瞻能清清楚楚，一切法你都知道当下如何临瞻。所以那个临瞻不只是吃饭叫临瞻，你真能够明白那个临瞻时，你在眼睛见色耳朵闻声你都能够启程临瞻心中的根本清净，那叫临瞻仪。你都在每一个接触当下，你都是当下救入还家的地方，那是临瞻仪。所以你连泡个茶喝茶它都叫茶道，你连烧香闻香那都叫香道。那你用不了如是发心，你动不到如是根尘的清净，你当下就是流转，见色闻香时就成注定凡夫。但修行人就要在过去穿衣吃饭当下，他就是大道，就是修行。在端茶当下，在吃饭捧碗当下，那就是入道心处，那就是坛场。所以你都要有这种发心啊！这个我讲经啊，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心里知道当下，已经自己知道，会一定激励自己在随时发心，甚至于发到什么程度，那叫念念批驳。你觉得，哎呦，我好像听不懂，我好像没有办法，连这句话你都要发心回光，觉得者谁？没有叫你听懂什么，没有叫你找到任何方法，也没有叫你去找到任何心里面的力量，什么都不要你找，也没什么都不要你听懂，就让你当下回心，你还不做吗？你就从这个当下回心之中，你将来就能渐渐熟悉，你都不愿意吗？你能渐渐熟悉时，你才能够面对你现前说的一切，你过去以为感觉到的业感境界，你才能够面对，你才能够处理，而且你处理时永不堕轮回，你不愿意吗？那你要是根本悖于决心，你再说怎么样面对业感，再说怎么样面对什么众生过去的业力，你永远都叫造作。造作是什么意思？你虽然好像在处理，就是一般世间人说我要会面对，你面对也叫造作。这面对的造作就是什么？你似乎现在好像你能够处理，能够解决，但是你在处理解决中，那每一次你在心底意识里面那个积累的那个意想意境，那都是下一次轮回的开始。甚至于你还以为有所为，我能处理好，光那一念就是你将来再一次轮回的那种幻力、幻想业力。但要是用到决心就不是啊，决心向现前也是面对啊，但他面对是清清楚楚，我大觉心体根本无如是事，我怎么还对如是法中不知道用种种善法面对？所以正在善法面对当前，他也不会堕在现在有面对想，他只是在每一个面对当前看去审视自己是不是还在念念随逐妄想伎俩。所以一切世间的行为他没有减损，一切世间的发心他一样发心，但是发心当下他就不是一般世间的用度。所以佛门行者在一切处理当前都有向上那一念，譬如你持戒，你持得再清净，你不过就是约束自己身心不犯，但就在这个身心不犯处，
你要是真正在觉性上参的行者，他是因为知道大这我的大觉体上根本无犯，大觉体上从来不随他去流转去染着。我为什么今天还在如是念头上、如是行为上、如是意想上，还在随逐在这边不断的自己在侵损自己，自己在不断的侵扰恼处这一切，所以心生惭愧。他也在持戒，他也在断恶，在断恶持戒中，他体会是觉体的根本清明，那个不犯。那就不是只是抓着塑身，抓着现在的行为，塑身就绑缚这个身体，只是令你行为不敢再错而已。所以后面的行者持戒就是人天福报，他将来就算持得再好，人天福报。同样的持戒，你要是用对发心，那个叫直至菩提，那是完全直至菩提。那用这个方法，用这个譬喻，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学佛人，什么叫做学大圣法人，就是要多一个向上那一念。那多的那一念，就是你必须要对你的觉体那根本本来的面貌叫清清楚楚嘛，那个道理你要清清楚楚。那道理怎么清楚？道理都不离文思修中来，任何道理都从文思修中，你念念心中，念念大明时，你只要绝对相信心中明了处，它现前的就是行为，就是事相。那有的人是在事相开始下手，事相下手最初也是什么？也是为你充实，你能入理。当然当你真正理中，你要是真正都明白清楚时，那事相就在理中，就在理当下。所以前面不懂得理，先言事缘理，后面若是理缘，那就理缘事。分理在理在事，就是那一心嘛。所以师父要讲的是，你一定要通达道理，你一定要去思维道理。那这个思维道理绝对不是我们一般人，你每天你只花几个小时熏习，几个小时通达，那绝无是处，不可能的事。因为都讲业力强者迁了，往生的时候还业力强者迁，现在你念念之间往生也是业力强者迁了。就往生不要等到这一期果报灭了才叫往生嘛，你每个念头的生生灭灭处都是往生相，它也是业力强者迁了。那业力在哪里？强者又在哪里？业力强者就在你平常你熟悉的习惯里。平常你就认为最平常处就是你业力最强的地方。所以平常我们只用一点点时间在这上面做熏习，你将来想要当下在一些大烦恼现前处，你就能够找到大觉心体的迹象，叫临时抱佛脚，绝无是处。所以唯有真正帮一切，就像诸位还没有到僧团中来的在家修行的菩萨们，真正能够帮助你们于一切世间，你现在的事业、家庭，每一天的任何心心念念的当下如何利益你，就是提起那一念圆照清净觉相的发心嘛。一样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但你能够清楚那个清明的觉心吗？你要是真不能清楚那个清明的决心，那就方便叫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六字洪名。其实念六字洪名的目的也是要你清清楚楚知道你心中所念的洪名。你能够发心清清楚楚知道时，你所念的洪名它又能够回馈你六字洪名之中的那种意境意趣，它又能够潜移默化让你体会诸佛菩萨的用度跟发心，那叫香光庄严。但是香光庄严处其实它不就是在告诉你念念要体会的就是什么，就是体会觉心应用的当下。所以你不但要明明白白看到你的念佛，而且你在念佛赤诚之中又假借六字洪名回馈你那种潜移默化能够香光庄严直下能够体会诸佛菩萨的用度跟智慧时，你看到还是觉体。所以觉体当前用的是什么？觉体当前用的不都是还在一切根尘上吗？一切过去你流转的名字上吗？
但是你看看过去流转的名字，那还是流转吗？那不是你决心随缘呈现处吗？那叫无量光，那都是无量光。那一切法中如何呈现？它有缘起种种时间的延促长短不同，但是这些延促长短不同都不是大觉心体能受于延促受于长短的根本觉性之中本来的性量吗？性中的作用吗？所以感受之中的受量都不利你心中根本的受量，那根本的受量它无量，你不可以拿量来量它，但现前的时候都是一切什么有量，现前的时候都是有量，就是刚刚那一句身正有余涅槃，那都是有量。但就在有量现前处，你不是都是无量吗？你不都知道那个无量吗？所以念佛还要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算你后面你念的不精勤，六字洪名在你心中并不能产生相光庄严，所以如染香人。但是因为你能够清清楚楚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念这句洪名故，你将来都还能够清楚，你会突然站在清清楚楚上看自己念佛。这种法门呢、净土之中持名的法门，事实上它总摄一切大圣小圣的修行。小圣人就是在促进上面念念清楚当下的觉知，反正一切修行生为人刚开始修行都没有离开，你在感受上面你要起最初你要知道那个觉知性，你要觉知那个心都不知道，你就根本不要想说出离心。觉知的心若是你将来慢慢明白时，你就是明明白白看到自己所念，久而久之你就会站在明明白白处，那就是觉知心。站在如是觉知心，就不是过去你所念的种种过去的众生习惯的事例嘛，那叫出离心。那离心越明白，那个觉知心就越清楚，觉知心越清楚就离心就越明白嘛，一直到那个圆觉经讲到要离无所离，越离越清楚，越清楚越离，就是大恨普贤问的圆觉二字，普贤菩萨问的，那你才能够离心现前。所以你念阿弥陀佛都要你清清楚楚只知道自己念佛，每个字都要清清楚楚，阿弥陀佛还会让你如染香人香光庄严。但是香光庄严每个人都知道念阿弥陀佛香光庄严，但后面香光庄严到底庄严什么了，就是宗门告诉你这些道理。你要是真念佛人，你也可以用这种道理去验证你现在念佛是不是真正真诚，你现在念佛是不是真的如染香人。不然你念佛念到最后，你永远心里面没有半点诸佛智慧的迹象，你在里面讲的都是那些狂想的那些众生委屈的那种可怜，什么阿弥陀佛十八愿啊，已经发愿了，只要众生有一念乃至十念，他就一定要来接我，所以我们放心，阿弥陀佛不会违背他的誓言。你在恐吓弥陀，那用这种卑微心期待弥陀来接，只要这种卑微心期待弥陀来接，我每次讲到这个都会说，那弥陀就是最不慈悲的人，那何必整我们整到如此，他才欢喜，欢喜时他才来接。那事实上都不是讲这个，他是讲心性啊。你要是真正知道心性时，一念至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能倒映你心水啊。你心性若是决心清明时，一句大山大水的名字，他就能够什么，让你心中随着山水的名相，他就起身高远，起身豁达。你不知道决心，他本具如是接引吗？接引二字就是你决心的本然，就决心的最根本信用。若是没有接引，那决心叫暧昧。所以他必定会接引你啊，所以那句名号就是大慈大悲，而且那句名号绝对不是过去众生所熟悉的种种意想意象，它截然不同。你念大山，大山是无情之物，它有形有相，但是它能够壮阔你心理时，壮阔你心胸时，你是站在那个高远之中，在有形有相之中，你仿佛还能够起成高远的无形无相的执着。
它是气势间有形有象的限量，它都还会启程你这种高远，能超越一切形象的那种豁达，超越一切形象那叫豁达。何况它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所以你怎么会在这个六字洪名上面还有那种委屈，那种彼此之间那个恐吓？那你用的就不是十八愿嘛，因为至心念佛，你根本没有至心念佛，一念乃至十念，你没有至心念佛，你那个心就不会转，你就不会相光庄严，你就根本不可能成就染香，你怎么能够能见西方嘛？你念念之间就是唯逆如是觉体，你就不是在觉性上面正常的觉性上面念念念佛的，就是唯除五逆。你自己去背逆你如是的根本觉明，那当然你在这句佛号之中你永远不能得离。甚至于早上有法师在我们聊天谈到，那现在人都说念佛全仗他力，所以我也说那全仗他力是谁仗？仗全仗者谁嘛？仰仗他力，仰仗者谁？但是都是他，你连仰仗都不必仰仗啊，因为他的他力就能让你仰仗，你何必还要仰仗他力？所以经文之中从来没跟你讲他力，从来讲的都是仰仗佛力，那跟你讲他力？佛力之中自他圆满，全他当下，他当下建立的是自嘛，全他依他才能够明自。因为真正明智那就是仰仗明智，你才能够什么？你才能够真正圆照了他嘛，圆照于他。这个中间才有什么？才叫圆照。这个中间才有染香人，这个中间才能起成香光庄严嘛。所以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要你将来能够验证你当下是不是懂得如是道理。所以一句弥陀洪名，你将来若是看到你心中的净土，那个净土土字怎么写？从个十，从个一，那个一在下面比较长，就是那个一心之中能滋养十方，那就是土，那是最初的心土。既然如此，无量寿无量光看到了那个一心，那在现前的一切感受上面，你不知道是一心，那一心之中能现十方。那能现十方时，他不是就在一切有中能够看到他的灭度吗？所以有中的灭度叫做什么？有余涅槃。但那个有余涅槃再也不是障碍，那就是有余涅槃。那念念都还是什么？在有余涅槃当前，你就是无生法忍，因为你知道那个根本无量寿无量光的那个一，他能够成就十方的那个意。所以再讲到种种宗门中的道理，你会觉得他违背无量寿无量光的意趣吗？将来你讲到无量寿无量光这个洪名时，难道他不能现用吗？现用当前不就是这些祖师最初证得如是觉心时的种种文具吗？种种义理吗？所以我常说啊，世间人譬如说是画家或者是音乐家，若是他全身心投入他的所学时，他要是画家，他耳朵听闻种种声音，身根觉得种种触觉，他都能够把它谱成图画。若是音乐家，眼睛见到种种颜色，或者身根种种触觉，其他的譬如说子弹什么种种味道，他都能够把它谱成音符。所以画家走到任何地方，他心中所浮现的就是种种图画的材料。那个音乐家走到任何地方，他看到看尽一切都是他心里面乐章的篇幅。为什么我们修心的人，或者是方便说为什么你是念佛的人，你怎么看一切解脱的文字，你看不到无量寿无量光，你还在那边妄想说只要念佛其他的不必要了。就类似于读经之时你说只要
读经，其他的不用多想。你多此一句啊，你念三大阿僧祇劫阿弥陀佛，你什么心里面的智慧也没有办法有一半点张扬，因为你多了那句不必要，不用修，不用学，不用学戒，不用修行，不用出家，都不用了。心中的张扬是过去，你就算是最初不知道，你那句佛号要是真正在心中起程回响时，那个心中的变化你就应该知道，那个变化就不同过去的用度嘛，那个中间的变化就是什么，就是修行，就是持戒嘛，就是不同的律动嘛，怎么会不用呢？所以但有说不是不用的人，他一定没好好念佛。他就算嘴巴上念佛，但是他念之间自闭心源，自己把心源关闭了，所以口中念佛永远不能够在心中朗现，永远不知道弥陀的道理，然后动拿众生委屈的那个心态言辞讲尽净土大教的法门，用种种卑微的信念去破坏真正的正信。这是现在佛教嘛？现在佛教里面尤其是净土败坏的最严重，对吧？因为佛迹将来末法就大教灭尽之时，那唯有净土南无阿弥陀佛六字还能够在虚空上让众生最后看到，就是只是能见如是六字而已。所以楞严经先灭，那你现在看到所有的摩天就是在灭净土，让你扭曲六字红名了。就算它呈现虚空，可是你过去已然被这些阴身，被这些过去这邪人所说的这些都道理，你已经模糊了那六字红名的意趣了。你已经在看到六字红名在你心中呈现的都不是当下叫你还家的根本智慧。你看到阿弥陀佛只觉得卑微，你看到阿弥陀佛只觉得委屈吗？天天立着相念阿弥陀佛，可是都做如是卑微委屈解，你事实上就在坏六字红名。你坏不了别人的，永远都会坏到自己的。那六字红名在你心中永远不能崛起，那是可怜相啊，那可怜相。那一下到上海来，忽冷忽热的啊，所以有一点那个突然热突然冷。所以菩萨观察妄想，不以心生心，常在佛国。所以念念之间就在这个大觉心体中，菩萨叫菩提萨埵，就叫大觉有情。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名相？就是让你熟悉大觉，一定看的是有情，有情就是感受，感受你要明白就是大觉。能用如是法的就叫行菩萨道，人用如是法的就叫行菩提道。你说师父你讲的那么简单，就是这样子猜。你若是在一切感觉六根六尘之中，你都知道是你的觉体，所以你一定不会坏感觉，你一定以慈人平等心面对一切。我说慈人平等心不是把感觉打成平等哦，这你不要错误了，不要错想。你是因为知道是觉体，所以那当下就是慈人平等心。但是再黑是黑，再白是白，再长是长，再短是短，你必须要知道它就是不一样。那不一样又何妨？因为你能觉得不一样的那个永远它超越不一样，所以你能觉差别的那个是根本永远它不是差别。因为你根本无差别，所以你才能够明白差别。所以在将来一切差别处，我根本不必坏差别，我执证无差别智。因为那根本就是一心啊，你不要老是把无差别有差别你想都是二法，那根本就是一心的原名，就是一心的原名。你能离开一心原名感受到世界的任何一法吗？绝无可能，绝无实处。所以就在当下，他念念看的就是觉体，看的就是感受，感受现前时他就是觉体。将来你要是在自己的六根六尘上面都能够如是圆融，如是慈人，那你现在看到这一切境界，哪个对待所有的一切种种对待当下，不管是人事物，哪个对待当下不经过你的六根六尘，六根六尘你都知道平等慈人，那一切万法你就能平等慈人。所以你真想
正得如是平等慈人心，你只是学习世间的慈善，这样的每天就要好心对人干什么？假如你真的发心，因为你发心过嘛，所以突然有一天你就会知道，那个永远不能达毕竟。所以你真的发心要能成善，你将来就会什么？你就会发心要求得至善，因为你真发心是要向善的人，你就会要求得至善，要求得至善，到此你才可能真正懂得回头观心，要在自信上面看到自己的根本慈人，自信上面证得你那根本的平等。不然你现在的任何的行为，哪怕你认为说我在行善，在从事慈善，你小心，只要你念念之间不是在觉体之中形成忏悔的，念念不是在觉体上面形成这种善习气的习惯的，你就要承认你就是在感觉上造作的。感觉上造作，你虽然常说我不在意，我放下啊，我不做，我做行善想，你每一次讲这句话时，其实你就在做一次行善想。将来有一天你自己就觉得我能行善，我是善人，你有一些卑劣慢的无始无明就在你心中，你自己没有力量察觉的，它就会慢慢慢慢征服于你。不然的话，宇宙大觉者怎么来的？对吧？那假如是真行慈善人，就算有弟子突然有这种谄媚的心情为你做如是像，你都会跟他说切莫如是做，不可以这样。为什么？因为你心存善，你不会看到弟子帮你立像说你是宇宙大觉者，所有的一切现象都化成你的形象，用你的照片做，让你在那边说那是弟子为我做的，在推卸这个责任。光这一念推卸就是不善，因为善心之中一定有个相，是吗？他能够惭愧，他能够谦卑。因为什么法就是什么相嘛，善心之中就是如是相嘛，所以他也不会妄加解释啊。所以大觉者他能现一切相啊，所以现这个相也是大觉者现的。那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现那个相就是大觉者，那反过来说那个相就是大觉者，他不就是更告诉你一次他就是大觉者吗？那这些声音怎么来的你知道吗？这些声音就是执着我在做成，我在行善吗？执着有为吗？那些弟子那些谄媚的行为怎么来的？就是被你如是教，就是跟你如是学，学到最后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善心了。所以那不是真正的佛教，那绝对不是真正的佛教。真正佛教教你，你真想至善吗？你真想行善吗？你要真行善，你才会发现用尽你现在凡夫的思想，你不可能真正是善，因为你还堕在妄想。当你妄想，你自己每一天潜伏在妄想里面，妄想也潜伏在你心底深处，将来他业力刚强时，等他再扶起头来，再伸出头来，你都不会不认得自己了，对吧？你都根本搞，你都没有办法去降服他，你也从此以后不会再认得自己。那就是妄想的可怕啊！妄想的可怕。所以再看，若不以心生心，则心心入空，念念归净。若不以心生心，心心入空，念念归净。这个入空跟归净，在觉体上说的，所以一切文字就是要教你们如何导归自信，一切文字就是要教大家熟悉，都是在觉体上面解释。你每解释一次，你就是心中熏习一次；你每解释一次，就是在心中要为你增上一次。你只要天天不断在上面去体会，那过去种种惑浊，过去种种生疏，它自然在你念念面对当前，自然迎刃而解。那不需要别人教你，也不需要别人帮你，
你能这样子发心啊？那诸佛出不出世你都能看到佛，那个诸佛出不出世就告诉你，那不是你看到现象的佛出不出世吗？你的佛佛心永远都在，你念念还能供养于佛，能如是供养觉心的人是真供养佛。所以当要是供养现成的种种佛像种种庄严，那不过是为你积累将来必定的发心那个因缘而已。但是当下就在佛像之中，你然知道当下念念回光，念念就在己心中正，因为知道十方诸佛就是正此心故方名为佛，所以将来看到佛像庄严时，一念心生惭愧，念念回光，这个人是真叫做供养诸佛法身。你直下供养的是法身佛，那是真供养法身佛，所以那叫心心入空，念念归净。那个空是什么？那个空是能担当一切现前作用，但根本不落一切迹象，不落任何尘埃的空。那一切作用明明白白、朗朗在前，那个根本的宁静性空。所以那个静就是什么？那个静是根本不在一切世间法中这呈现之处，但妄想造作。因为法法都是如是觉性中现，所以觉性中现法法都如如实性，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但是世间相常住处，你也知道，诸法从本来藏自寂灭相。所以风动翻动，哪里有动？风动风性常动，它本来就是动，你能说它动吗？你说它动就变成风不动，风不动是虚空，背于性无叫做动，那风性就是动啊，它正在是有风之时，它哪里有动？帆根本不会动啊，你看到帆动，动者是风啊，帆从来不动啊，就算它飘起来，帆也没动过，它也没有使个劲儿，它动过，它都没动，动者是风啊。你不知道风动帆动，根本常自寂灭相。那忍者心动啊，忍者是谁？是你吗？是哪个人？是那两个比丘吗？不是。忍者是谁？忍者就是见性当前，你为什么根本不动，根本寂灭时你会觉得动吗？你为什么会觉得动呢？其实你那个觉心能入二的似乎仿佛是动吗？大觉心体本来无动，世间法中法性也无动，但是它一定能呈现一切动嘛？呈现一切动就是人心的人，它能入一切二嘛？入一切二中仿佛似动，就是动嘛。所以你不必在上面讲它有动无动，现动也是你觉心能称量二中你似乎看到的动，但是这似乎看到的动其实它常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而已啊，诸法住法位啊。所以风起云涌，它不能现吗？不能现哪有时间？你为什么能够见到？那是忍者所见，就是你能够入一切二的心性之中那个人心所见。那忍者所见的一切动是包容那个担当，那个担当时你就知道，其实其性即然。这将来你看到一切法都是这样的。你不但能够明白觉性，觉性知道时你就能够入一些法性，这是必然。为什么能够入一些法性？在哪里说法？你就知道那个法阐明什么觉，在觉是称量什么法，于法于觉你根本知道，就是一性，那叫一称。所以觉性明白是一定知道法，在法性之中它当下就阐明如是觉，就是一称。那既然是一称，所以那个净呢，那就是直下心体成名的担当，那个境。所以成名的担当是不是用到这两个字，就是告诉你它能够呈现万动，呈现一切，它不能显现，怎么叫成名呢？三点水的那个成，呈现的成是呈现的成，所以念念归境
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心，一切烦恼就是如来种。你在哪里看到如来？就当下知道如是法如是缘，如是法如是现。过去讲这些话很到好像简单，如是法如是来，如是法如是现。将来你要是真正用心时，你不知道这句话，那才是你下手时。你可能这一辈子去参，你都还不见得能参透。你如是法如是来啊，你念念之间不能够再做妄堕任何的伎俩，你凡有起心都是妄堕造作。但是我们是凡夫，你能够不妄堕吗？不起伎俩吗？你说师父我能，我在一切法如是法如是现，如是法如是来时，我没做任何伎俩，你不在伎俩吗？你都在伎俩。我已经讲过，你怎么样都在伎俩，你不可能不伎俩。什么时候才没有伎俩？真正圆明于心，那个熟悉于心，你真正常住在它，你才是真断伎俩。那一切伎俩如何？一切伎俩现前处，就是考验行者，你是不是真的就在如是方向、如是归途上？你念念批驳时，就念念批驳。我们做的就是念念批驳相。那你说批驳是不是造作？造作也是觉，你怕什么？但我们的造作是什么？造作是批驳于觉，所以批驳于觉的造作跟你过去老是沉闷于被觉那是不同的作。将来你要证得如是觉时，一切作中的智慧依旧宛然。不是讲一切万法是觉吗？那何必不敢于做呢？所以今天的聊天也讲到，不贪嗔痴要断吗？但你没有贪嗔痴如何求法呢？所以大智度论讲，若是贪都断尽，你没有求法欲，怎么求法？嗔都断尽，你根本没有那种求法心中的那种领会，那种炽热，你怎么会体会于法？痴若是断尽，哪有那个僧人那种行者那念念的赤诚，那念念的不二心中的忠诚？所以没有所谓断尽不断尽的这种方法，就是在阐明圆照清净觉相，就是要告诉你，你要知道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性净明体在哪里？就在当前。在当前当下，你要断贪嗔痴吗？你要是还有所断，就表示你还是二，那你就根本不知道是心，那怎么是性净明体？你说我不断贪嗔痴吗？你干嘛多此一句？怎么不断贪嗔痴？你是抓着不贪嗔痴说不断吗？这都是什么？都是你习惯过去凡夫妄想中的语言。那个从此以后，任何声音现前，你当然我们是凡夫嘛，会有种种声音分别现前，你都默然念念不住，念念之间守着如是觉明心底。纵然刚开始守还不知道什么道理，但是绝对不被自己种种的心念所迷惑，所起的一切心念念念清楚。你觉得是吗？那是觉。觉得不是吗？也是觉。是与不是都是觉。所以他所起的一切念头心心术法你都知道，就是如是批驳，你念念熟悉。总有一天你熟悉时，你就知道那个一切烦恼现前处不就是你如来种吗？如是法如是现的，如是现的根本心中的大种吗？那就是如来种啊。所以那个时候你才知道烦恼即菩提。古德是跟你讲开玩笑吗？是讲狂妄吗？是还允许一切行者允许他们甘心放逸吗？都不是。所以因地心中若真，因地心中啊，因怎么写？从为从大。你看你心中的那个念念为你围住的那个氛围如城四门，大就是你现在所种的那个因地。行者的因地就只有在你觉体之上，行者的因地念念之间反观于你的本来，那是不管你是在家出家，这都是你应该要学的因地发心。好，阿弥陀佛。